是觉得您跟我过世的娘很像，都很慈祥，很亲切。少爷，我真的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事情没向您报告的。 今天晚上都有谁离开过董家呀？龙大夫人，老王啊，你跟着我家武庭许多年了，到了我们龙家就不必拘谨，坐吧。听说呀，这个王管家是个能干、忠诚的人。他希望将来你还能去省城助他一臂之力。哎呦，多谢龙参谋长栽培。王管家，你不用着急，坐。你只要 把今天在董家发生的一五一十、事无巨细的都告诉我，我想做个判断。我想想，我想想。哎呦，对了，龙家。 我大哥要是知道了是龙家，他非不行。你千万不能告诉你大哥，我太了解天福的个性了。他要是知道我爹娘被害是跟龙家有关系的话，他会跟他们拼命的。天喜，你这么做是给你哥哥惹来祸事，你知道吗？大嫂，可你单枪匹马也太危险了，你至少应该告诉我，咱们两个一起。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不，大嫂。 那个龙青云如此险恶，你会搭上命的。不如，让我爹动用董家在省城的关系，把龙家给天喜。你这个办法根本是行不通的。光靠我一个人的证词，根本没有办法定龙家的罪。更何况，他叔父在省城的关系盘根错节，只怕是没有抓到龙青云，反而还害了董家。 你别忘了，大家还在他们手里，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打草惊蛇。那我就一枪毙了那姓龙的。天喜，我也想杀了他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可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王法的，我一定让凶手在证据面前认罪伏法。 喂，王探长吧，我董天福。你说什么？好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。好，在哪里？好，我不告诉别人。嗯，好。 天喜，你不能再回避了。你早一天和娘道歉，娘就早一天放宽心。我知道，可我就是张不开这个口。伯母，书生，娘，书生刚到，我正准备跟他出去呢。好。 书生，那你们先去忙，等一会儿办完事，记得回来吃饭好吗？好啊，那就多谢伯母了。既然你知道我的来意，为何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呢？子涵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 之前不应该把你关在那种简陋的小屋里，并且一直瞒着我，让我以为一夜之间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。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残忍吗？可你要知道的是，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如果你知道你二姐尚在人世，肯定以死相逼，要我放你，那样就给了恶人可乘之机。 我知道，你一直在怀疑我的身份，怀疑我的所作所为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有使命在身，正在查一桩大案，而你爹娘和你大姐，也许正因为牵连其中而受到无辜伤害，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放了你。 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知情者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他先是站在门外叫我的名字，然后告诉我，我二姐还活着，并且就在董家。我求他放我出去，可是没了动静。我推门，却发现门外的锁已经打开了。 老子涵，你再仔细回忆回忆，他的声音有什么特征？没有，唯一能听出来的，他是本地人。本地人？而且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。 你没有恶意，并且不要把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给说出去。来，不等了，咱们吃吧。还是等一下天福大哥吧。你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等呢？天福一定是有事给耽搁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舒珊，多吃点。谢谢伯母。嗯。杨先生，娘特意吩咐了沈妈做了你爱吃的豉油鸡，你多吃一点。 谢谢姨妈。试试这个。啊，谢谢伯母。嗯。娘，你也多吃。乖，谢谢你。董少爷，要不要先给您泡壶茶？来壶普洱。是。天福是要在羁押室呢。羁押室，羁押室在哪儿？求求你让我见见我儿子吧。现在不能探望。你们程局长在不在？龙老爷。哎呀，程局长啊，我绝不相信天福能做这种事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对。我一定要见他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龙老爷，这一次事关重大，我也只能按章办事。 任何人都不能破例。程局长，您了解我们家，也了解我大哥，他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求求您，让我们见见吧，好不好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把你哥关在死囚室里面，就已经是违规了。董老爷，真是无能为力，你们请回吧。书生，哎，不能去，不能进去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 干嘛让我们进去？我叫我大哥，大哥，别急，别着。大哥，别急。楚生，姐夫，我没有杀人。娘相信你，你一定是无辜的，你放心，你爹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。对，姐夫，我们相信你一定是无辜的，你一定是无辜的。姐夫，你放心，一定能查清真相，你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。天福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嘛？爹。 有人陷害我，我没有理由杀人了，爹，救我，救我！是我害了他，真的是我害了他。 董家的人倒没什么，倒是那个杨树明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通报。董老爷，程局长，我正找你呢。事发突然，我正想找你了解情况的。找我了解情况？您坐，您坐啊。 娘，别担心，姐夫一定没事儿的。姐夫一定没事儿。是啊，娘，您放心，我明天就去省城找最好的律师，给大哥做无罪辩护。阴谋，这一定是个阴谋。树明，怎么回事？树明，我不听你说，已经多长时间了？子涵来了。 你先回去吧，日后我再找你。我先走了。嗯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走，去看看姨妈。姨妈，衣服呢？ 爹，程局长怎么说？天福是为了子春，为了我大姐。回去再说吧，书生。糟糕！千玺，好衣服，我去。 干嘛？你这是养女糊口啊！是他们，一定是他们。那天我去龙家打探的时候，我险些被发现，他们没有抓到我，就陷害在天福身上。天心，是我，我害了你大哥，是我。大嫂，天心，你听我说，只要能够把天福救出来，今天他们要杀要剐，随他们处置。 大嫂，你别冲动啊！子川，弟妹，天喜说的对，你不能进去。你怎么会知道？那晚龙家花园，盆栽后面。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联手对付龙庆云。走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。 秀儿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搭的，事儿一办完，咱们就启程。不，现在就走还有活路，放弃吧，大勋。你把董家置于死地又如何？叶子春在地下就会瞑目吗？ 爱叶子春，你的心都在他那。这我知道，这我都知道。可是我能忍，只要能做你的女人，我什么都可以忍。可是这一次，我忍无可忍。你为了报复董家和龙青云联手。龙青云是什么人？他是个冷血的魔鬼。大兴哥。 你是在惹火上身，知道吗？你为了一个死人，你可自己万劫不复吗？啊！ 秀儿，我是不是打疼你了？醒醒吧，金大喜！叶子春已经死了，活着你得不到他，死了你也休想！认命吧。 这辈子，你只可以有我。生，你是我的人；死，你是我的鬼。看呀，第一次开庭千万别紧张，你要做的就是如实的陈情，相信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判决的。姓名：董天福，年龄：26岁，籍贯：云庆镇人。被告董天福。 你被指控于本月14日持刀杀害被害人，导致被害人林桂生当场死亡。董天福，你有什么需要陈述的？我没有杀他，是4号那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个林桂生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在我妻子以及岳父岳母被害的当天晚上，曾经看到有2个蒙面人从案发地点，也就是镇外那片树林跑出来，神色慌张。 我希望他说的更详细些。他向我提出要求，要我给他3000大元。我们约好当晚在万福楼见面。可是当我如约到万福楼包间后，却发现他的尸体。审判长，我没有杀人。姓名：董天福，年龄：26岁，籍贯：云庆镇人。被告董天福。 根据第一次庭审记录，你所陈述事实与证人描述不符，漏洞百出。董天福，你必须如实将犯罪经过告诉法官及各位陪审员。撒谎！你们都在撒谎！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！肃静！肃静！你们沆瀣一气，这些证据都是捏造的，我没有杀人。被告董天福，因生意纠纷。 对被害人林桂生心怀不满，遂起杀念。于7月14日当晚，将被害人约到万福楼包间后，用刀将其杀死。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法庭作出如下宣判：判决董天福杀人罪成立，即刻生效。董少爷，多少吃点吧，啊！姨父，照律师说，如果我们可以尽快提起上诉的话，可能还有一线希望。诬陷，这分明就是诬陷！ 那个什么林桂生，我大哥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怎么可能会杀他？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。见官，咱们就是倾家荡产，要把官司打下去。我就不像县里、省里、中央政府，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理的地儿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有做过任何缺德的事情。老天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儿子？ 喂，你好，董公馆。什么？爹，工厂出事了。我先看看，别管，我的事情我来处理。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啊，好好说。 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谁敢碰我爹？你们心懂的都是骗子！见官，亏我这么相信你，你却拿这种下三滥的活来骗我们！你害得我倾家荡产啊！你个骗子！哎，这位先生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怎么会？先生，你别装好人了！对，骗子！骗子！ 爹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看看有没有伤到哪？没事。老板，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，今天一大早来了几个店老板说从咱们董家成衣厂订了几百件成衣，可是卖出去没多久就顾客找上门说咱们的衣服褪色褪色，缩水缩水，都要求退货，还说咱们董家成衣厂以次充好，欺诈客户，还说不可能啊，我们开厂以来一直做的是出口生意啊，从来没有和国内的成衣商打过交道啊。我们也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，可他们拿来了样品，上面确实什么？确实是吉祥商标。什么？后来闹事的越来越多，我们实在顶不住，才给您打了电话。爹，他们进的肯定是冒牌货，一定有人仿冒咱们的商标，我这就出去跟他们当面对质。二少爷，你不能去！别拦我，我真不能去！我出去危险。您看到没，宋？就是这个价。怎么会这么便宜呢？不会是质量有问题吧？啊？二少爷，你不能去！别拦我，我真不能去！我出去危险。 那是财务科刚送过来的。汪科长核对了好几遍，确实没错，而且他们拿的交货单也是咱们厂开具的，上面还有您的公章。你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没事，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不知道，自从子春走了以后，我每一天都生活在痛苦当中，活多一天就煎熬多一天。现在好了。 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天父，你哭什么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你还很年轻，听天喜说你尚未婚配吧？你理解不了失去挚爱的痛苦。不用替我难过，我知道他在等着我。 我活着的每一天，都是为了和他再相见。别哭了，真的很好，不用替我担心啊。不哭。署长，该走了。哎，走吧。上。别太悲观，天福还有升的机会。叫董家切齿上诉，我相信总有沉冤昭雪的一天。陈局长，谢谢你。 这个书生，他是谁的朋友啊？呵，是天喜的朋友。天喜的朋友，看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，我倒是觉得他像是董天。嗨，哎呀，哎。 他是谁的朋友，咱不管，啊，小丽啊，云庆是个小地方，这警局里面啊就是一个清水衙门，我这个局长不好当啊。我明白，明白啊。对了，我还有1个月就要调县里了，警察局局长这个位置，我可是看好你哦。 多谢局长的栽培，好，好好干啊！大家冷静冷静，你们不要听信谣言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解释，大家都这样说的，不会有假的。我不相信。 这些人都是银行的散户，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的谣言，说董家成衣厂很快就会倒闭，还说董伯父正准备拿走银行所有的钱，举家出逃。我们解释了半天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人信啊！娘，银行不能倒啊！娘，这是天府的心血，不能倒啊！娘，你别来！夫人，您快回去看看吧！老爷他，老爷，哎，娘。我疼的，恨不得把你藏到心里，永远养着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我虽然割了你的舌头，可比割我心还疼啊！爱莲死了，他没死，只是昏过去了。杨先生。 现在是时候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了。天福。